第六，会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洒脱。现在已经到达了，大家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静心的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眼睛微张，上下眼皮轻轻的碰触，睫毛也轻轻的相触，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轻松的闭起来，然后我们就试着想一想，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坐着休息，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我们就在这边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轻松舒服的坐啊，坐在这里。我们先让我们的身体感到轻松、สบาย，大家怎么做都可以，只要我们感觉这样做可以做得久，不容易酸痹、麻痛，这样就可以哈。我们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什么时候感觉我们正在勉强的，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现在不要忘记静坐的核心就是สบาย。สบาย这是包含了最少三个意思在里面，有轻松舒服，有慢慢来，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所以什么时候开始感到勉强，我们就愿意归零，没有关系，重新开始，再一次调整，调到自己感到สบาย。归零这个原则很重要啊，看起来好像我们进步的比较慢，因为是要归零，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归零了，然后可以找到สบาย点，
我们反而可以进步得更快。在世俗方面，如果我们要快，我们就要紧张，要用力，要特别的努力。但是跟静坐完全相反的，也就是我们静坐的时候，我们练习冷静、宁静，都没有给自己什么压力，只是轻松舒服的宁静而已。当我们可以宁静，然后维持失败的感觉，我们的心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因为失败的感觉就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光亮也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光球或者佛像也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只要我们的心够静、够细腻，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它，我们就从这八字开始。现在我们就扫描一遍我们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现在就调整，把它放轻松。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如果我们感觉头部没有什么感觉，那个就对了。但是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感觉有重重、紧紧的感觉出现，就表示我们开始用力，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先归零。让我们的头部这里感到放轻松，归零，就看自己的静坐状态啊。有的人调一调自己的心，就感到舒服。有的人需要先稍微张开眼睛一下，然后感觉舒服，再继续做。有的人要先起身去休息一下，再回来静坐，就看自己的静坐状况是怎么样。总而言之，我们都愿意重新开始。如果我们发现什么时候没有失败的感觉，都愿意重新开始，没有关系哈。颈部也放松，两侧肩膀。
手臂、手腕、手掌、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腰部、两只脚、大腿、小腿、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全身都放轻松，全身都感到失败。失败的，现在我们就抛开一切，放下所有，静定无他。感觉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身体的存在，感觉好像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消失，慢慢的融化。跟周遭的环境融合，成为一体。失败，失败的。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现在我们正在坐在这个地世界上，整个地球就是我们身体的中央点。我们先这样解释看看哈。所以身体的中央点很大，笼罩着全世界一切众生。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现在好像我们的心已经扩大到无际无边，身体的中央点没有什么边界，无际无边。我们正在坐在身体的中央点里面，感觉身体变得很轻，很舒服。我们很想把心一直宁静，定在这里，感觉好像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充电，越做越失败，越做越自在。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宁静、轻松、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些众生。我们只要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展、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展、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哪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哪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只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婆祖师、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在过去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萨婆布达巴拉巴达巴杰迦南遮央帕朗阿拉汉达南遮帝舍那拉康潘塔米萨帕娑
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โตเต请大家以最法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洒脱。我们来听佛法哈。昨天讲到，地士就是第二层天界的统治者，他正在观察人世间。其实是因为他的座位哦有烫起来，因为有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当他观察了之后呢，他才发现，在人世间有一个很伟大的人，就是大雄人，他正在修很特殊的功德。不过，因为他要种福田嘛。不过他所拥有的贡品呢，品质太差了，他就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呢，他就想说，不然我化身为厨师好了，去帮他，第四要化身为厨师，厨师呢去找大雄人，然后就去跟他打招呼，然后问他你在做什么，好像很着急的样子。他又说，我等一下要去供养一位比丘啊，不过现在我还没有准备好食物啊。那厨师就说，那这样好吗，我来帮你，我是很会煮饭的啊。那这个大雄人要不要拒绝啊？他拒绝，拒绝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钱可以给你啊。那他怎么说呢？厨师就说，没有关系，我不收酬劳，不要钱的你只要给我修一点点功德就可以了那这样大雄人就很开心了，他就想说，我担心的事情现在有人来帮忙了，所以他就去邀请比丘来用餐那个时候啊，善知识本来他有记录，谁要供养几位比丘嘛，但是有的人呢就供养十位、二十位、300位，但是一位是没有的，供养一位比丘是没有的，所以他就想说，一位比丘没有关系，不用记录啦，记得我记得。结果是怎样呢？他忘记了，要把一位比丘留给这个大雄人供养。如果是大家的话，你们会很难过吗？就像这样，大家比方说我们要修什么功德，然后如果有500组而已，然后这个善知识就跟你说，他会帮你保留一组，然后你就怎么样呢？因为钱不够啊，又拼命去赚钱呢，就想说我要修大功德，钱够了，结果到了三十岁那里，他就说：“不好意思，我忘记了，500组都有人来供养了。那个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啊？会不会很难过啊？”他呢，穷人，大穷人心中痛如刀割，真的很难过，他哭得很惨呐、那个时候呢，人民就责备这个三十岁。你怎么会这样啊？人家本来没有什么钱呢，他要跟人家要饭菜过生活，他难得有起心养心，难得拿到一笔钱，
然后想供养一位比丘，你却这样忘记啊。这个三者是就说，那不然你们要不要把你们所邀请的那些比丘啊，就把一位比丘留给他好吗？大家都摇头，不要不要不要，虽然同行，但是还是不要好了，不要不要啊！不晓得这个大穷人会不会更难过啊？本来好像有人同行他，但是都没有人想帮忙他啊。善知识就建议啊，还有福田呢、啊，还没有人邀请，就是佛陀啊，还没有人邀请，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啊，只有安排比丘啊，两万位比丘是有谁来供养，但是佛陀的话，就要看佛陀自己的，他要接受谁的供养啊。那个时候啊，大穷人就想说，自己现在已经有信仰心了，有供品了，但是却没有福田呢，真的很难过。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马上到佛陀的疗房那里，他就发现有很多重要人物正在等佛陀，有国王，有大官员，有大富翁，也正在等佛陀。如果佛陀走出来，把钵拿给谁，那个人才有机会可以供养。那他到了那个地方，比较晚到了，大穷人就哭泣了。你看他们的脸色啊，你怎么会在这边哭泣呢？因为他想说，谁都没办法当自己的依靠了，只有佛陀才可以当我的依靠。佛陀是不是接受大穷人的供行呢？其实他要佛陀在这个大穷人来到这里之前。佛陀每一天都有一种习惯呢，就是一大早的时候，他会先入定观察，要去度谁。所谓的要去度谁，就是要接受谁的供养。因为如果谁可以供养佛陀的话，那个就是功德无量啊，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佛陀呢，他观察到，哦，有大穷人出现。大穷人呢，他很难不容易过生活，不过他有起心养心，想供养一位比丘所以呢，他就辛辛苦苦的去赚钱不过那个善知识却把他忘掉了当佛陀这样想呢，佛陀就看了这件事情，只有佛陀才是大穷人的依靠，唯一一个而已唯一一个而已。佛陀就等时间了，所以不是佛陀在这个大穷人来的时候佛陀才会打坐入定，不是这样佛陀就先等时间要度这个大穷人。所以当大穷人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虽然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社会地位高的人也在等佛陀，大穷人也被责备就是说你本来每一天呢都来跟那些比丘或者平民要饭菜要剩下的饭菜，但是你现在赶过来这边想要跟佛陀拿饭菜吗？就这样责备他。大穷人就跟他们讲说，不是不是，我今天是来修大功德的，因为我想供养一位比丘，但是现在连一位比丘都没有，都去
接受人家的供养了，现在只有佛陀剩一尊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礼敬佛陀啊，礼敬佛陀，我如果是佛陀的话，他会不会出来接受？明天再继续听啊。今晚呢，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明晚见。